我是不是态度很好在这里说？然后你把我强行，我一直在这里等你，坐了我的位置，然后您还这样子。你要是态度很好跟我说，我可以跟你换位，而且我一直在车，我上了车我就在这里等了很久，等阿姐把她的座位告诉我说坐在哪里。然后您呢？我态度很好在这里站了等很久，等她把那个票按出来，但是我在等的过程中你还来跟我说 leave， 你以为我听不懂潮汕话是吗？帮我叫一下。他想让我跟他换座位，但是我一直在等这个姐姐，她把那个座位按给我，然后我站在这里等了很久。如果我不愿意换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站这么久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在这里有时候不要换个位，因为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我站在这里等。你说得很屌，我跟你说。是谁说？是谁先骂人？是谁先说脏话？是谁先说 leave 啊？